西访台之际，中美都派出航母编队以及大量的兵力集结在台海周边。共军辽宁山东号航母已经在台湾北部、南部周遭海域活动，美军雷根号航母打击群以及两艘大型两栖舰也集结在台海周遭，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以及一艘大型两栖舰则待命中。国际观察家说，第四次台海危机一触即发。